华电信子公司世方电讯内湖机房前天因为火灾影响而断电，造成全台的网络断讯，连带也让电信业者的 3G 通讯跟手机上网大受影响。 NCC 就说了，消费者可以依照规定必须符合完全断讯两小时以上的条件，就能向电信业者求偿。如果断讯两小时以上，未满六小时，月租费可以减免5%；六小时到12小时呢，则是可以减免8%到12%。如果是12小时以上的话，可以最多减免20%的月租费。